各位韭菜、各位同胞、各位难民呐、啊，大家好！我现在是已经到晚上了吧，天黑了。现在墙内不是在传播一个消息，说板蓝根可以抵御这个新冠病毒，因为是谁讲的呢？是钟南山。钟南山是前不久他获得了就是。习近平颁给他一个大的那个奖章嘛，一个金链子、狗链，不不，那不叫狗链子，就是那个荣誉那个链子吧，就给他挂上了。然后他就说，这板蓝根有效果，有效果。但我希望各位同胞啊，你们如果觉得有效果，就可以去买，可以喝。这是你的自由吗？这本来就是你的自由，对不对？这东西是商品，你可以买嘛？你觉得管用，心理作用可能也会起到，那也会起到心理作用，这我承认。但真的能不能治了这个病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因为根据现在的调查啊，现在我们收到的信息啊，这个病。他不药治，有的人他也自动好，你知道吧？就这个新冠病毒，有的人不治，他也自动就好了。还有的人呢，是这个病毒已经到他的身体内，但是呢，他没有显示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病毒好像又没了。明白啥意思？有的人是发病了，有的人发病在家里面自己一扛，扛个4、5天、1个星期，他也能扛过去。就有的人呢，可能一发病，可能几天就死掉了。这东西就是看命。但我觉得喝个板蓝根吧，有心理作用，有心理作用，就类似于医院里面啊。但你信就信了，你信可以啊，你信可以信，这是你的自由。各位同胞啊，在墙内的同胞，这是你的自由。但我觉得钟南山，你作为一个医生，你不能这样骗老百姓。老百姓他傻，难道你也傻吗？对不对？就跟那牧师了呢，那牧师生病了，他也没说直奔教堂，哎呀，祈祷祈祷。牧师生病了，他也直奔医院啊。你想一想，我说你这钟南山，你成宗教工作人员了，也不带这样子的。当然，钟南山也是叫不叫晚节不保吧，叫这个家啊，劣迹斑斑。他的女儿参加过运动会，夺得了冠军，结果被全世界禁赛。为什么？他的那个孩子服用兴奋剂，明白啥意思吧？所以中国啊，都是这种诞生这样的虚伪的英雄，虚伪的英雄，他政府去宣传的都是这种。虚假、虚伪的英雄，他不会有那种真的。像李文亮啊，稍微还算得上英雄吧，因为李文亮他也说过，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嘛。而且呢，他是跟国外的媒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，他说出这样的话了，这也反映出他对。共产党的统治的一种反抗，对不对？但李文亮呢，已经被相当于中共极力的淡化，因为我记忆中今年1月份，他们当地的警察不是抓了7个医生嘛，把这医生给警察抓来，然后就要他们认错，把这医生抓过来认错。不准传播虚假消息，怎么样？你想想，就中国，它这个国家，它就是这么乱套了。我觉得，
它运行它不是一种正常国家的运行方式。理解我说实在的，我在美国时间一长啊，确实对中国许多的生活方、许多的运行方式啊、生活方式啊，有不太了解，也不有点不太了解了，明白？因为我有一点跟那个社会有点脱节了，有点啊。第一个为什么呢？第一，我从小到大就是学习，天天学习考试。一直到高中毕业，基本上是没有接触社会。后来高中毕业去打工，暑假工，然后上大学，算是跟社会有，就是半个社会吧，接触了半个社会。但是我那个时候依然是大学生呢，比较小，对不对？等到了我大学毕业，我工作那实习才工作30个月，我就来美国了。所以我对这中国许多的现象我确实不太理解，你包括钟南山说这个板蓝根有什么作用啊？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，我就会问他，既然板蓝根有作用的话，那为什么地球上要死这么多人呢？我今天看到消息，感染新冠病毒，全人类4000万人呢。整个人类将近70多亿人嘛，新冠病毒已经4000万，这个病毒可能会对，有人估计啊，它可能会对拉美就是那种落后的社会，尤其是原始的部落地区，跟非洲造成大规模的伤亡，可能呢，甚至可能带来种族灭绝，这不是这我看报告上面讲的，因为这传染病啊，你像那些原始社会那些部落地区啊，他们是不懂什么医生啊、医疗啊、看病啊，什么都不懂。他们一旦有这个病毒，但他们还是到处跑啊。这个病毒不是说立刻就把人杀死了，这病毒真的是个传染病，它你感染上了，不是说立刻就死了，立刻死了反而好了，就不传播了嘛。他是被感染的人依然可以活蹦乱跳，然后不停的传播，不停的传播，就是。但具体的，说实在的，具体跟这个病毒，有人说板蓝根能有药效，也有人跟我抬杠说，你凭什么？那你说什么东西对这个病毒有效有作用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就有人又问：“那你不知道，那你为什么？那你怎么能知道板蓝根就没有用呢？”哎呀，我一想，这个问的还真有点意思。你都不知道这个病毒，你也不懂，那你怎么能知道这个板蓝根对这个病毒就没有作用呢？说不定10%的人有作用啊。这我也不知道，那我不相信，反正我是不相信。反正我是不相信，你不要跟我诡辩。哎，说实在，这个病毒太神奇了。我首先我不是医学，我不懂。真的，我为什么讲这个病毒啊？我经常会讲一些社会现象啊等等之类的吧。但是我很少讲病毒本身，因为首先我对医学真的一窍不通。我现在连细胞，病毒应该不是细胞吧？但是那病毒跟细胞有什么关系？我就这个生物学常识我都不懂，你叫我怎么讲这种病毒？说怎么治病？哎呦，听天由命，看命啊，就是看命看命，真的，这人生学的东西呀、啊，确实要信教。无赖啊，不是个人能左右的，只能看命了，听天由命了，只能祈祷上帝保佑了，真的。拜拜，拜拜。就中国这样的国家啊，就是你发生什么事情都很正常，很正常。就第三世界啊，你发生什么事情都很正常，非常正常。